消防局接获民众报案，台中市南区文山北巷一间泡面工厂在10日晚间9点开始冒出浓烟，里头全是易燃泡面，火势闷烧一个小时后，有明火不断冒出，因为厂内据传有甲苯，担心爆炸，波及更多无辜民众，消防局不断扩大封锁线，持续抢救。燃烧的面积大概是6台，我们刚公尺，没有人员受困，没有人员受困，好，目前我们已经控制火势，火势中，然后我们在等后续再把火势扑灭以后就进行场火处理。 所幸现场无人伤亡，场内人员也都已全数下班，不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。火势也在晚间10点30分受到控制，至于确切起火原因，还有待警消人员调查厘清。以上掌握消息，主播。